回来了。趁还有人认识我这张脸。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你的车迷很关注你，你张弛，发音布鲁克之齿，黑星驾校教练。怎么回事？都是负面的。以为很长脸，现实很打脸。趁还有人认识我这张脸。再次六百万。我只有四百。行。以为很长脸，现实很打脸。趁还有人认识我这张脸。给我也再多安排几节课。刚收到通知啊，咱们驾校要提前拆了。新年看《飞驰人生二》，包你一年笑点。张弛是吧？我们接到很多的举报，说你虚假宣传啊。